里杀。饶命！饶命！沈科长，这帮王八蛋欺负老百姓也太狠了。谁怎么来着啊？不想活了是不是？怎么办？快，前面巷口停车。请开鬼子。这就是戴遂昌。跟上去，走。车上装了定时炸弹，还好咱们逃得快，太悬了。什么？侬这次又救了阿拉一次，戴某今后要重重的谢谢侬啊！在那边，注意！哎，沈科长，咱们还是先跟苏城的同志接上头再说吧。接什么头啊？咱们的任务就是抓住戴遂昌，现在正好碰上他了，我还能让他跑了？看看，现在横进去大概。戴遂昌と警備員はいないんです。野田君、きっと回り道の時奴らお礼団だ。得意でないはずだ。早く追え。咱们被人盯上了，不要回头。什么？被盯上了？赶快走。死鬼子吗？不是，反正没安好心。好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别回头，想办法甩掉他们。戴主任啊，万一有情况我掩护你，你先走，咱们老地方会合。小马，阿拉现在是掉了毛的凤凰不如鸡啊，
全靠侬了，侬可不敢丢下我不管啊！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你送到最安全的地方。走，好好。不见了，那边有鬼子，这边是死路，他们肯定跑不了。戴遂昌在哪儿？把他交出来！想都别想！别动！戴遂昌，是。有种开枪！你开枪啊！就算打死我，你也一样抓不到戴遂昌。我估计你也不会开枪。枪一响，你就活不了了。彼此彼此，你敢开枪吗？招来鬼子，咱俩都是死。你知道我是什么人？我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但休想从我这儿抓走戴遂昌。坏了，你给我等着。
幸逃脱追杀的戴遂昌如惊弓之鸟，无处藏身，面临鬼子的严密搜捕，他胆战心惊，命垂一线，随时可能横生。